现场指挥官出来跟我们对话，但是现场指挥官躲到后面去了。他临走之前，他曾经我问他说：“今天是谁下的命令？”他说：“是中工处。”好，那中工处是中工处的谁下了一个违反刑法的一个命令？就请他讲出名字来，那这个人就要承担这个刑法的罪责。结果他不回答，他就到里面去了。我从头到尾都不觉得今天有大家起冲突的必要，更不用说会产生受伤的状况。因为今天如果警察遵守法令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到黄坤家里面去办一个晚会，我们来讲我们的诉求，然后我们就等着明天进行挡拆的这个行动。所以今天晚上基本上是根本不可能会发生冲突的。这个冲突的发生的原因，纯粹就是因为警察违法。那而且我觉得是明目张胆的违法。我们告诉他们违反刑法304条，他们仍然坚持在那边这样子做。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对警察单位，包含这个市政府，哦，中工处。OK， 还有个别的警察在这边，个人我们都会去举发，这是刑法公诉罪，好吗？那明天这样拆阿嬷的家，对阿嬷的影响大概是？我觉得会，这就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，所以我真的是希望中共处跟台南市政府能够好好来处理这件事情，这是没有必要的，去欺负一个99岁的一个阿嬷，老实讲，没有这个急迫性。完完全全没有这个急迫性，因为各位可以看得到，铁公局他们去让老百姓签了这个同意书，事实上仍然有非常非常多的房子是还没有，已经点交了，但是还没有拆的，所以真的没有必要来现在这个时间点来强拆黄阿嬷的家，真的没有这个必要性，不会妨碍他们工程进行。感谢你。完全没有理。喂，怎么样？从国民党那边领导都这样对待民众了嘛？你们的新闻这样对待年轻人，还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直接讲跟那些人同样好好的警察？案例是什么？警察吗？他林立堂用抢的嘛？你知道有一群你可以他建议吗？号称民主台湾，有没有给我们公务人员、给我们警察保障？到时候你们看吧，他们怎么样推给民主？怎么样推给基层？怎么样超生？怎么样踩着你们的肩膀？哦，践踏人民。怎么样？口里说的是一套，实际上做的又是一套。你们不需要做这件事情，警察先生，你们真的不需要做这件事情。你可以昏倒了啦，那么站那么久了。我们真的不需要做这件事情，好吗？警察先生，放班了。那我们报案的警察还没来是？我们报案的警察还没来吗？那我要睡他一下。依林呢？看，人家回家的路，去被你们又堵死挡在这边了。你们家阿妈，你们没有阿妈吗？人台湾最后一面看袂到呢，这样坐了无？这是不是出闹剧啊？你们竟然不敢接我电话！一零竟然不敢接我电话，哎！一零是要抓坏人的，好吗？一零吗？我刚才有打电话过去报案。有。哦。对啊，没有人来处理呀。已经过去了。赶快，你们要带多很多人来哦，因为这些暴徒好多啊。好不好？好，而且我觉得他们可能有带枪，好吗？好，所以全副武装，人多一点 ，OK， 啊，赶快来，赶快来。正报警察来啊！叫正报警察。
报案了，警察等一下就到。我替我去看我阿嬤有好好无啦。这是一个闹剧。没有这个比立法院还夸张吧？对不对？现在是围了一个民宅，而且那个民宅是有合法的，那个土地跟那个建物都是老百姓的。OK？ 你把公文给我看，这一条路有什么原因把它挡在这边？你无理嘛？这民主国家你无修法嘛？民进党的政府就不守法，他围哪里就哪里。所以刚刚完呢？因为黄春香不是完全被征收，他只有一半。我小想啊，多你凭啥敢动？这个咱人民的，咱的管理嘛，你无人权啊？怎么样？我了解民进党的无人权、自由都没有，自由、民主、人权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恁拢做工具啦！我也看恁啊，这看足少年啦，恁足少年嘛，我看足难过，真的。你在第一线的，转过头去看你们那个在拿受证的。有一日啦，恁较大汉的吼。哇，这个警卫队伍力，看清楚，还看你有啥物感受？你们有什么状况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？将心比心嘛。是谁让你们这样的？啊，里面主管是谁嘛？把他叫出来啊！我们要跟主管谈，对不对？用抖音在做霸点啊！你那边做霸点。台湾走到这一步，其实不必害怕，走出来一款的海阔天空。你在那里就遵守威华的命令，你反而让自己失去了尊严。如果是民主国家呢？啊，你要行共产党的路，你来去听。你民进党这种抢的嘛，你怎么在行共产党的路啊？我们知道，多么希望你们是未来执政的。你凭什么你有人踩这条路的？民心是真正民主国家的警察。你内边啊，在内边有人过身吼，啊，看恁这人有这气面。你跟你讲啊，那我们来目睹总是有风采。来了，关系没见过。我是他的粉丝。不要吵他，你跟。是我们噻。不要吵，我先去车子。哎，哥，怎么个阿伯甲我讲，我阿妈怎么啦嘞？你公文摕出来，凭啥你人挡这条路？民进党我也挡得挡，大路人挡的，拢袂使过。世间有人安尼呢？你冇一个理由啊！啊，行入去去看这老大人，我爱讲啊，最后一摆让厝内恁听。无啦，我是遐讲，我这对恁顶讲，吼，恁唔通是较硬。恁是去用利用尔嘛，当姑娘嘛。你是社会进步的阻碍力啊！你敢知影？无，你要人拆厝，要经过几个步骤，你敢知影？连一个行政会唔敢开，你敢知影这个代志？最善良的吗？你无专家来讲，凭啥物要人提出动议？我甲你讲一句真的啦，我当场甲朱秀问啦，我唔免动议，敢会做呢？拢我听头讲个，迄名我拢捌伊啊，苏文雄、林志玲我拢捌伊啊。啊，就免动议就会当做啊，啊，用去做工具啊。下话为什么要动议呢？你动议呢？民进党无民主，民主自由人权拢无啦。嘴咧讲民主，哪有民主的？咱要追求的物件在遮啦。你讲台湾独立要怎啊？自由民主人权啊！你偌清的讲起来这态度，你当作者，你当作废话嘛？还有反战人民的智慧吗？人民根本就没办法选择嘛，都是这个烂人民有什么智慧？这种还没有透，还没有。他那那个罗马的枪啊，我只有两样，没有两样嘛。对得起自己的智慧吗？那民主这些程序嘛，没有程序正义嘛。就没别人好选了吗？哥，这么也无人敢讲我阿妈这么好。过分了。
啊，恁徛咧遮，我阿妈有顾好无？啊，我妈妈替我去看一下。原来伊甲看一下，啊，回报一下。恁拢嘛有阿妈，敢无？我们反对人权公约的哈，两军对峙嘛，拢叫有人道的啊。我拢叫你甲问阿妈好无，啊，袂去甲看一下。无塞啊，阮顶悬遐啦，顶遐死个伊咧。吓呐。拢出来了，对啊。莫讲出来啦，莫讲。哎，伊若是。我下咧痛经哦，咧带阮警察拢来拉人，我来讲真诶，伊啥伊那诚烦恼。我是甲恁讲，真正甲恁教育。恁就你会大，你有钱人会出恁兜诶，阮会甲你听话。是啊。搁强讲安尼来，阮照样甲你听话，阮拼性命。叫一个主管无啦，出来通茫讲啦，真正啦，茫叫遮少年啦，好无？主管是倒？堂下天下，堂下为什么会见人家？安尼比着，敢会先看下款？我啊，各位讲啦，是安那会换两个见，见太足见。我着高雄要选举，要掠拢麻只，堪要人拆厝嘛？你怎毋知影？人咧老呢，老阮台南市个见太局长呢，毋知老，民进党袂造型个。是啊，叫陈局去做干趁呢？人伊甲干到伊真情，伊都家己甲放下去了啊！较早叫法院拢民进拢在放的啊！这社会啊变安尼呢？我足痛苦，我看足痛苦。我甲伊讲，我台独的，足痛苦，我一世人无要投民进党。我还民进党老党员呢，恶心死了。我民进党连加入我都没见加入，老党员，我从蔡介雄还没有选举，我就在投下面在支持，啊，不然这人说什么打掉了，啊，咱这人打掉了，民主可以自由啦，啊，结果我搁加倒转，说必然多也袂当过，这敢够人安尼？你用啥物讲国门条，我看卖，民主就是安尼嘛，爱定数，啊，恁够定数，啊，无你若果唔敢决定，叫主管出来，我主管决定是咧叫。恁的分局长唔敢出来，无下骹去看啥物人较大出来，中队长也好。咱要看一个老大人，到十几岁呢，咱看足艰苦。骄傲的微笑给我看看，作为一个女人的骄傲给我看看。阮遮个人拢中华民国的人啊，中华民国的法律会当共人个路挡住的吗？有啊。这法治呢？这路呢？这路呢？这路呢？法治拢让遮个人破坏去啊！啊，警察来动。你是咧管啥？你又是遮个人？你是咧管啥？我是台湾人啊！我台湾对啦。我台湾人啊！你我你是台湾对啦。你甲我拍。我无拍，我甲你拍，你房仔伫遐，你边甲你拍。我就甲你拍着，我拜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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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无，我真无，什么意思？你若是在我做嘞，我是拜托你防困哦。什么意思？房仔差，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唔食，我无对你要么啊？我嘛是要配合啊。
好啦，先生啊，先生啊，歹势啦，一半伫咱尔啦，伊明仔载要共拆厝啊。好，先生啊，好啦，别紧啦，别紧啦。阮台南人啦，我闽南人啦。那个讲一大堆话的警察可以跟我对话一下吗？我说主管出来讲嘛，那个两马文又在吵架了，对不对？警察看你监管上面人出来还蛮重，好对不对？我警察就可以听起来就辛苦了。我妈妈九十一岁了，不能睡觉。啊，您是大五老人，问大马老人。我知道了，同情了解了解，拜托拜托，好，可以谢谢。好啦，你请警察反面，大家拢紧张嘛。警察你那个不爱看，我那个你不要管我，好不好？不要啦。哎，那个，啊不，你女儿要送啦。好啦，歹势一个啦，咱明仔载厝要用拆去，啊，你能卖再牺牲一个嘛？我觉得呢，老实讲，这样子不需要，不见得要发出声音。对啦，我麦克风我们要变的哈，啊，如果我们要发表什么意见的话，我们就往那边一点点这样讲 ，OK， 好，啊，因为警察很明显，警察不愿意出来对话，好，那我只好就这样子喽。继续跟下去，等下去到那边吵到那边的，那边也出来抗议。不是啦，就是僵持不见得要发出。小声一点就好了嘛。因为警察不怕我吵。僵持 ，OK， 吵也是警备而已。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报案这件事一定要处理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那个报案的警察溜了。丢了，因为那个学长叫学弟赶快走，学弟就赶快骑车走了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把丢了这件事情，我再打电话给110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录起来哈。啊，我们小声一点。哦。喂，110吗？我报案按那个，你们警察过来，但是好像就溜了，是不是？警察为什么会溜了？我们报案在那开元路12号这边有一群暴徒，违反刑法304条。那听说要过来受理的警察后来溜了，你可不可以派一个勇敢一点的警察过来？现场哦，现场我只有看到暴徒，我没有看到警察。你在开元路12号那边吗？对啊对啊，你要派一个警察，我们要报案，我要拿到3连单。对，好吗？我要，不然你就吃案。OK。现场他们是警察吗？因为他们正在做违法的事情，我不知道是警察，我不觉得他们是警察、欸。我们要别的真的警察，真的警察好吗？我现在请你们派真正的警察过来，好不好？我报案，然后我要拿3连单，谢谢你。OK， 勇敢一点的。都有录音哦，都有直播啊，3次，好荒谬。我们就尽量控制音量了哈，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不需要很大声音，不需要去吵到这边的居民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完成报案这件事情。我们很坚持，好，看到不法就要举发，好吗？违法就把路围起来封起来，万一
堆警察在这边站岗，帮我们赶回去。我们本来在午夜的时候在哪边睡都无所谓，在警察这个啊。但他们要演这个闹剧，我们又显示出他们的荒谬吗？可以睡。我说如果警察你昏倒的时候告诉我，马上跟你直播，让所有国人知道他们的委屈。每一个警察呢都是我们的兄弟，他们也要养家，他们也有父母，也有妻儿，他们执勤是受上级的命令，我们不跟警察作对，他不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就在警察前面睡觉，大家看看凉席啊，我就在这里睡觉，在警察前面，如果有蚊子，警察会帮我们干。而且不会像家里那么闷，很凉快，对不对？看直播的人都笑得要死，一直按着笑，你看。对啊，警察在帮我赶蚊子啊，我们睡在警察的脚底下，就是来声援的，都不走。警察队长跑掉了啦，队长不在了，他跑掉了，负责人不敢来，躲在最后面啊。就是往回起来，后来被拉掉。现在他们用，本来是用铁丝网围安的，现在变成警察，太辛苦了。如果他们没换班，医院倒了，马上给他特写，让大家看到，基层警察的辛苦，执政的祸国殃民，连累的这些所有的人民，包括他们执法的警察，都是受害者。没有像看过这么如此这么下力，这么大方。根本没有任何的理由，没有任何的法条可以把这个惩罚。贪污是明天的事情，我们又不阻挡贪污。OK。精神可嘉，哪怕耗到天亮我也跟他耗，就是当成一种消遣嘛。这个时候，大家可以看了可以，睡得很香甜啊。现在没有冲突了，现在他不让我们进，我们进不去，我们就在这里睡觉。天亮了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啊。在土地，他在抓蚊子，在台南开源路啊，这个很好的名字，开源的，那个每个朝代要开源的，就是新的朝代出现了就叫开源。我现在在开源路啊，13号的蔡仙姑这边进不去，所以我在这个路桥下，警察在维安，我在这里纳凉。吹凉风睡觉，当成结束啊，先休息一下吧。没电话，不错，直播那么多的时间啊，直播有好多，今天晚上比较少的，其他那种。因为他们戴着口罩，所以我才会用镜头的，我不能啊侵犯他的隐私啊。他们都有戴口罩，他的镜头知道，让大家知道，我们来声援就是说到做到啊。我看有机会点赞，刚才打电话问他法律问题，可能是警察，有机会啊。
新杂店难也东西。看有没有律师啊什么的来。啊，他不敢下决定哦，偷偷在两个比赛之后再定说不通过。脚盘。我那个地方在那个内政部哈、哦，那个审查的话，马上就会有答案。不敢答，那是林慈玲主持的哦，那一场是林慈玲哦，第一场是那个花进群。那花进群是做恶毒呀，伊讲林慈玲哦要八声歌，咱搁转来大，春差皮领大。你得见小公众人，民进党中人。不要那么大声，因为吵到人家。你说，叶俊龙当部长也不敢来主持啊，他就弄花进群出来弄。叶俊龙从拖出来用的，是任务型的，你不要脸这个。还是先离开。那个110的警察一直都不过来，我决定再催他一下。看到你的号码就，找到机会可以修理。三名板，把你跟苏宝人换上。跟谁？苏宝人。苏宝人谁？很忙我了一个。喂，110吗？我报案报了很多次，都没有人敢来。喂，110，我报案报很多次，啊，怎么都没有警察敢过来受理啊？开源路。12号，对啊，啊没有啊，等很久哎，我已经报案报快一个小时了，你们可不可以派人过来处理真正的警察、哦、？OK，真正的警察，哎、啊，派一个过去了、啊，没有啊，他这好像溜了啊，没有人敢过来处理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派一个真正的警察过来好不好？我在那边等你们，好、啊，我要开3连单哦，好、啊，谢谢，拜拜。那个竹联帮就在学校去收集小孩当帮派的，民进党收集什么？到学校找那些教授来背书，好几个都民进党把他收集过来的，而且呢有当过校长再下来，像那个代签就好了。南台的校长，2002年，就在那个成大里面开会，说沈英士的民主啊一对一的、啊，结果去怎么样？我们可以派出5位，那他们就派出40位，那、啊、结果谁主持啊？陈宗彦。那徐树荣教授说，讲到联权，他说今天不谈联权，今天谈工程。那这种人，你这种不要脸，这真的不要脸。那时候戴倩是其中一个，啊，破了有掉嘛，破了有够正常嘛，成啊必中，伊要当处长，啊，你有哪变啊哪结果？这个和多毛帮派一样。那竹联帮的就去说很多，不竹联帮，很多帮派就到学校去找小孩子加入他们帮派。他们也有卖5000的票，卖那个卖吸毒，你们警察都知道。那政府呢派什么？就去收集这些教授，我很怕教授啦。他是现在2000-3000而已、啊。那个居民刚刚去拿，他一次2000-3000呢、啊，我都要干咩嘛？上校属于一辈子的事情，你结果只是那个短暂的东西。当然蒙头壳了，男人是这样过的。那长就对不要他，不是小有机的。2个礼拜再决定，偷偷的决定，不敢再参与。表示怎么样？这一件是不合法的。没有，我没有枪枪，我是报警。我知道，就是我是报警，跟他们今天就不敢来啊。他不敢来，现在就是发生了过程，就是你想过程转移所有资金，因为这种没有其他的，就是事实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讲就是按部就班啊。老实说，他要强拆，没有人敢阻挡，但是他不需要现在做违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不需要做违法的事情，这证明这个政府完全不怕做违法的事情。当然要说他违法行政，那没有问题啊。那老实说就可以。我先声明，绝对。黄伟平，你们认识的哈、啊？可以。戴金德化妆的啦。拜拜。拜拜。Thank you.
你没抓酒驾？没抓到。OK， 好，那个我是台警，我是南安公民，就是那个民政会的会长，我自己也是南安公民会的市长。那我知道，拼搏轮班的呢？没有，拼搏轮班的啊。有啦，里面还有一些人。哎，注意看啊，头轮班的才帅气啊。不行啊，都是我们的，都是我们的兄弟，也有爸爸妈妈。我也是公务人员啊，公务人要挺住啊，对不对？拼搏轮班的啊。爸爸妈妈也有妻儿子女啊。搞不好要跟赖神邀功。有人的升官了、啊，他们现在也不归赖升官了。赖清德就要，我看先嘛，不要总统了，没一个官吏啊，对了。没有啊，赖清德自己报来修啊，那要被郑文灿搞。南铁有功的通通升官了啦，吴新修也升官了啦，陈宗彦也升官了啦。我是真的觉得有没有？有时候征收征收是这样的，我们如果是民主国家的话，应该是达到所有人的公共利益是公共利益。那今天可以说你们三个人的钱，我把它收起来，然后去给他，然后你们三个人比较少钱。其实征收的道理就这么简单而已啊。那更何况现在很可能是把所有人钱都收一点收一点，交给最后面你们躲着的长官啊。征收的道理很简单啊，但是我们台湾现在不是高度民主的国家，但是我们始终还是要往高度民主的国家讲走啊。真正好的征收案的例子，德国、日本都有啊。德国在还没有把所有的拆迁户安迁好之前，他们的计划根本都不会启动。对啊。我知道你们有受过几年教育，也有受过几年心理面教育，说在这种场合里面要怎么对付一般民众。可是我必须很诚实讲，就是说，我必须还是要讲说，即便是在那样子的训练，再怎么样欺骗你们自己的内心，你们内心还是有一把尺啊。你们都那么年轻，你们买得起房子吗？看起来你们也是买不起这边的房子啊。这边的房子以后土地卖出去的时候，也是盖百货公司，也不会盖房子，也不会盖社会住宅给你。对啊，所以说，我觉得民主社会应该是大家一个共同进步的前进的程序，而不是说少数人得利，多数人要吃苦啊。像你们的指挥官躲在最后面，他把你们全部人摆在前面，然后让你们吃苦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很垃圾的事情。这应该是民主国家不应该被允许的事情。可是我们现在就已经变成阶级化的国家，这个叫资本主义国家。好，为什么我们会在这边抗议？就是想要改变一些问题。就包括像今天这左手边的住户有没有？他愿意被人家征收，那是他自己家的事啊。但是他不能阻止别人家不愿意被人家征收啊。这其实才是民主比较真正的。年轻的警察还有救，我跟你讲，老一辈的大部分的老警察几乎都没有什么救了，他们觉得自己就是必要之二啊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你们执法的时候，所有的执法都有关于小老百姓，小老百姓的生活、民生什么所求，都是你们可以再协助的。那有时候也是不需要你们做多，你们只需要回去跟上级反映说，那为什么上级每次都躲在后面都不出来面对民众？只是简单的一句话，也没有你这样子会被扣薪水吗？你这样会被离职吗？也不会啊。我是觉得是大家可以是
想办法让台湾的民主比较往前进，而不是像我们有认识很多人也是在帮警察组工会嘛。我自己去台北监察院，很多人就直接跟我要律师电话，说他们警察升等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。我要是民主国家社会是要达到大家共同的利益才是利益，而不是达成少数人像南铁东一样，非常明显就是征收大家的土地，然后把60%的土地拿去卖给财团。那个盖出来的商店、盖出来的住宅，你们都买不起，那只是加深你们和你们未来的小孩子，你们有一个更凄惨的未来。所以说，年轻一代的人要想办法去在内部改变一些东西啦，对啊。就跟你们指挥官讲，不要当。就是说，当人民对你的执法有质疑的时候，那你就勇敢站出来，对人民的执法有什么意见，你可以说嘛。我就说，现在你要拆人家家里，你什么时候要拆？那、你突然你又改变你自己的承诺，那这个光海怎么做？你所有的东西你都执行不下去啊。所以我是觉得，就是说，即便你今天站在这里，你没办法发声，你只能呆呆的。孤独的站着，可是我觉得每个人回去跟自己的长官说，他们有应尽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，这个世界其实是可以慢慢被改变的。他大埔事件也是一堆人站出来，勇敢挡在前面，他才改变的。未来还是始终超支在可能4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头上。啊、如果大家不做出一些改变的话，其实说老实话，我们就是变成财团之国嘛，钱永远都是落在那些有钱人的手上啊。今天南铁东移征收完以后，60%的土地到底会卖给哪个财团？不会卖，总不可能卖给你家吧？也不可能卖给他家，你们是没有人买得起这边的土地啊。想恶毒的什么啦？戴金德啊，伊若要动伊，就凭一个一定要动伊的理由。啊，若唔免动伊，伊就啊凭这唔免动伊，弄伊变咧啦。台湾是这种的尔。小声一点，那个吵到老百姓。够命令，继续讲。我去讲伊听。伫个抗争的半路中，市监局较早叫市监局，足厉害呢。市监局来去改做什么？铁道局。即马铁道局啦。即马做得掉，改掉，有这人走，搁换一个。即马是到，才讲提供是，现在讲现在唔对，即马做铁道。现在中共。我改来改去，改可以找个人嘛？你要改无？我做歹就中共咯。好，啊，用干就好。铁路交通部公布，啊，你若讲唔免讲，你用原铁轨施工，你讲你把这个案子送回来，啊，重新设计。我重新我讲的哦，真的，因这是报纸报的，但咱政府无爱无，大清的，迄个听到，伊唔提哦，伊要看见看的，要看总统啊，我咧讲讲实在的啥嘛，吼，所以咱始作俑者就是赖清德，即嘛点子都是黄伟哲，黄伟哲实在是能力足差啦，伊阿咧卖物件，创啥伊敢要做啥，我甲你讲，新潮流它就一块。板块很多人全部把它规划，现在就提阿猫阿狗出来做市长，慢慢跟招来个男主去主持，伊安怎也无定，
所以你每王伟成三楼，因他们在火定不敢，完全都赖清德一个人嘛。我们今天做嘛，当初台南那个镇上，具有经济贸易示范区，安扁，我也不纠结，因为他就是台南。上次在张家那个铁皮屋，他就派了600个警察。这些警察只是在那边守夜，因为有很多警察，所以你进去里面，事实上我觉得帮助不大。那反而我觉得，我个人意见，我反而觉得他们今天这个荒谬的事情，对于我们去凸显这件事情而不公不义，这是更大的帮助。那他们既然要出这个烂招，我们就陪他玩。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凸显出来他们的荒谬，所以我就拼命打110。他没有，竟然我打110，没有一个警察敢过来受理报案。这是，那我们就可以持续，大家接下来就拿这件事情去发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很明显是他们错。那挡拆挡不住怎么挡？挡得住？老实讲，如果他真的硬要拆，都挡住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策略，我直接就说了，我们的策略就是凸显出来这整件事，让他们下不了手。这悲哀，悲哀。这无奈，啊无奈变怎？那我们只是在那边，像阮这样，啊有了很久，没有，我们要凸显的是他很荒谬。但是我个人看法，那我不知道说你有没有经验，因为你也蛮有经验的。担心的是住户他们，主要是乡里面，他现在很累嘛，就很担心，因为里面的住户，觉得说在这一波里头，他要面对，就是说没有四年，就是说被警方经常跟他们有冲突，他们担心这件事情，对，比较担心这个。其他的都势必你今天还得讲，就是不会这样。我觉得，那弄就便宜啊。用钱经济就好，经济我等，经济我等，一个经济做法怎么做啊？起码到处炒地嘛，从哪里先炒地，看怎样。我觉得你起码地安自助在第一嘞，我说南站，南站哦，汽车在那边，在那边坐那个南站，开始在那飙啊，地安自助在头前飙飙四块地，一个飙到53万，啊中间远雄那有在飙哦，啊远雄飙两地光。哎，不合我，因为支票哈不合我，所以眼球退掉。可怜嘛，眼球这么大，会去投标会投错，都是假的嘛，在装。8月，7月28日还是28日？不要再标。7月28日要开标。开标在那个，也是那一块，利用台糖那一块，那走一路边啊。哎，差地块哈，外公，外公是外，你哪可能买不起厝？真的，台湾人足可怜，足可怜啊！真的，你袂感觉吼？咱的囡仔，遐毕业做律师，去你袂怕无红茶？你敢有专长？我要撞上。指挥官，可以出来一下。不要躲那么久，好不好？躲在那个。没有指挥官。指挥官谈一下。不知道哪一位先生可以？王工程师的。没有哎呀，麻烦你们。辛苦辛苦，我顶着来。啊。找黄指挥官来讨论一下，好吗？帮忙传话一下，好吗？不要去做那种无聊的事情。他们可能不认识你啊，所以他们就把你当成只是一般的报名啊。你要说一下你的那个。你要说一下你的身份，让这些人听得懂。他如果王指挥官有，他们在那两个组做，哦，刚刚局长，他刚刚讲王指挥官在现场，有水吧？有，请那个，可不可以请那个黄指挥官来谈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想今天这个事情有一些事情想跟他商量一下。几个手嘛，指挥官在里面。
敢啊，他们要传下话。是看不懂，这群穿制服的是怎么训练的？穿制服拢会教你啊？是啊，原来是机器人呀，家里家用机器人，谢谢。现在副总统不会亲自来跟人家看一下老人家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情味都没有，这么骗人的嘛？但是可能就是是来跟大家协商一些事情。还是有指挥官，就是可以还是不会。我想我单独跟黄指挥官协商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跟他讲一下。我跟你说，23号就不啊？嗯，就说今天晚上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处理的？有在研究一些方式，可是需要时间啦。这个东西因为现在目前还在这个磋商的这个初期的阶段，所以需要一些空间来让大家研究很多的基本的一些方法，所以现在是还没有办法讲什么东西，没办法签什么东西，但是就这个基本上来讲，就是说有在接触一些状况，那是希望说有一个可以协商的空间。那今天晚上这个事情，如果有再谈一些方式的话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必要这样僵持下去，大家都很疲劳了。哦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那我们就双方都撤退，然后让这个事情有个几天的时间转换。好，那这个方式是可以，那就麻烦跟指挥官说明一下。因为我自己我跟那个陈志晓进去就可以了，两个人就好了。因为当地居民一定要有一个人进来啊，那就好。我不是当地居民，就是我基本上就是跟官方有一个接触的管道，所以我可以进去。那麻烦跟指挥官联络一下，我两个进来。王伟民，对，好，谢谢。伟民兄，你看，刚好有一个访问说我们就我们两个进去了，找指挥官谈一下。我跟你，对你跟我，我一个人进去算什么？好天路嘛，那很多人进去他又不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两个进去，我基本上就是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对峙的状况，他对警方来讲太辛苦了，那有没有必要这样对峙下去？他们要说任何可以去他说任何，不用啦，我会保护王伟民，王伟民会保护我，没办法保护。他同意吗？他说没有，他去请示上级，请示一下。因为这是很无聊的事情。我们也要受证哦。直播受证。我们一个代表。我进去之前，如果那个我要拿110报警嘛，对不对？那个警察如果找我不在，不想不要这样。他打你，你家就不会被抢。他来我家住多久？他怎么突然变这么厚？很早啊。换班了。换班了啦！我要换班哦。哦。下班啦，下班了啦。换
般就不是好汉的啊。万般怎么会是好汉呢？终于换班了啊！换班就不人道了。换又戴口罩的帅哥了。我讲笑话，你们人就不要笑啊。我们可以像开心这样转过去啊，就是开心，是啊，只要你要当大将军，只要你会变成大将军的话，那时候你当国防部长，那时候你找一次，对啊。我也在办我刚嘛，点心拿过来了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我会吃，谢谢，心甘情愿。代表台湾大家的家，台湾的，咱就台湾的啦。台湾本来就应该更该给我民众的安全。孙湘，你坚强一点更重要。对，本来台湾就是该给我们一个安全适宜的居住环境。现在应该大家都在睡觉了，大家为什么你们为了我在这边受苦受难？我对不起你们。没有，我没有受苦受难。是这个政府走到这里，我们一定要倒，不是为你，不是只是为你，不是为你，不像是你为我们，是你为我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是你为我们，你不要这样讲，是你为我们，你不要这样讲，你们要注意，是我们，先谁你们，先是你们呢，我对不起你。能点开心，我看他们当我的警察，他们背负你们，我真的心在淌血，还叫我要跟他谈什么谈什么，要我的命，我根本我情愿钱家家都给你，我妈妈根本对不起你，对吧？我老公你这鬼鬼啊！大家坐高不简单，
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呀、啊？怎么可以这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这是怎么是罪？这是怎么是罪啊？太水！哇！我上万呢，我上万呢。他被骗了，他说八百，我想说煮一个水饺给你们吃，啊，大家高高兴兴的。你们为我争争吵。你别安尼想，别安尼想。你一个家要起起来不简单，为我奔波了九年了，是这個，是咱这政府对不起，不是你，我嘛是为家己出头，啊为规个台湾出头，不是为你，你知影无？我朋友来，我袂当笑伊，就这进来替我笑，这因为咱大个人拢。大家人要起一个家拢无简单，大家人拢要有一个家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，互子孙、互家己安全。不是安尼讲，政府话听就听，话要做啥就做啥，全无考虑。那会使对待我的朋友啊？来到台湾，真真惨，是要我打话袂通，这是当然正确。你得去照顾阿妈，照顾阿妈，真正不是。我是我哪有可能睏会去啊？你伫我身外口，你为我想，我有这个，我哪有可能睏会去？你莫安尼想，你放好轻松。你做人的原则啊！我陪你们受。我不是为你，我是为家己。你的坚强就是给我们大家很大的力量。我们是为自己，我们要有一个安全的家。传家阿姨，请不忍心。你先回去，你回去是为了我们。我们要有讲刚开导他出去。你们这一代人为我们下一代人在撑这个世界，所以请你们回去。要勇敢，要勇敢哦！为你家己，为阿妈，谢谢你们啊！每个朋友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好。啊，谢谢你们！你嘛是为后边的一个少年的精彩。我在里面很难受，看你们现在受苦，我真的很难过。我们没有受苦，我的家在那边。等你进来喝一杯水都不行，太晚了。你弄什么关系？送不掉。你去过啊！啊，这个时间够需要人安慰的，加油的，啊，更唔好安尼看。做恁的公司安尼看明显，你想一下，无恁家反应更较快。他们说他们没有权利，他们只是一个健康。多因做肉店嘛，安尼哪认不出来？安尼哪不忍心苛责伊呐？对啊，我以前都够可怜的嘞，安尼当面安面，今日来找我，找我好，我看到阿妈。因会变，咱台湾的警察会变，因会知影，总有一天因会知影。会大汉的啦，对，伊会知影，伊是领老百姓所得税的薪水。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伊袂使违法做代志。怎么到警察敢看到脚都软了，敢想要痛打？早晚有一天有警察工会出来。警察应该是我们的保姆，现在都变成咱的后母啊！那后母啊，饲一群这，咱的薪水也饲一群后母啊。叫细囡仔饲后母啊。啊，你家见证这种历史啦，看有悲哀无啦？拢爱抱伊吧。恁过是咧过摇摆啊，对无？拢爱抱伊吧。比班较阿无可笑，咱较可笑。当然啦。拢顶悬啊，啊来遮做拢做些啊。咱台湾看先，这边清闲，你讲无一定，无去现场的讲先啊。警察本来是咱上优秀的囡仔，不过咱无尴尬因法治是啥？无尴尬民主是啥？为这时阵，咱就是互伊知影。妈妈怎么啦？现在在受在里面啦，阿明在台上是要安那啦，阮伫遮陪你，阮做伙伫遮，阮做伙伫遮。有听到无啊？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！
人拆除吼。我知啊。啊，那阿妈去要安怎吼？啥物若要出来负责任嘛？我知啊，我要起一个家。人迄大伯天赐良机，搁偷偷啊拆，咱这是明个咧抢。我一个月一个月薪水欠欠落来，较一斤。啊，伊也袂等钱，就是即阵。这贷款不穿白皮，啊，都要饲囝。啊，到到尾啊，我想讲，传老囝，无一定。伊今仔哪甲你讲？今仔要哪讲？伊今仔哪甲你讲？今仔要。今仔佫有甲你沟通无？有，从早上到现在，现在。你讲完啦？阿妈吗？他早上九点约我拿一张那个查孤单，查孤单就。因为以前没有查姑嘛，他两天、两三天前有查姑，啊后来那个林小姐、林慧玲，啊那最近那起来的时啊，就是去找一找，我看他真的也舍不得啦，一个女孩子吼，安尼奔波安尼遐，我讲吼，要不然哪里给我看？啊哪里给我看的时候，因为我妈妈在那边看我们在住内底的时候就唔甘嘛，伊讲家是咧安那安尼啦。啊！我阿公阿明仔载都袂甲你拆出来，无错。阿妈喏，阿妈在一直讲哦，奈在共拆啦，是安尼，有时安尼，阮厝好好，是安尼要甲阮拆啦，是安尼，迄落家己一地，唔去要去人家要拆人家厝啦，他也知道这个道理啦，他们从小都教阮讲哦，袂使去抢人的物件，家己的物件袂使有别抢啥有诶无，我们就是清楚这种啊，对不？啊！我跟他讲，伊就甲伊讲，哎，你家己个地遐济，是安那唔去，要去咱个，要去要甲咱拆厝。我也是这样啊！你公有地，都无厝啊，都没有房子，你不去做，啊，你要甲我拆厝，佮甚至佮留落去，手拢站起来，带头一个头互你，你是要安那辛苦，你是要安那过日子，要安那迄落。而且厝价已经够悬啦。那个不，那些我。空厝嘛都有够济啊。跳这边冲上，妈妈一直欢乐，一直欢乐。啊，因为好像在我大姐妹妹都来这边，我可以互相去了。那个林小姐今麦就讲，叫我十点你找得爱签，要那无就是签差啊。我讲哦，我一群朋友在受苦受难，我哪有可能去做这个代志？我根本做我无去，我哪有做这个代志啦？那个不是我的个性啦，我根本打了平平安安，等下我遐食一杯茶。白茶苦茶，我要紧，我就是安尼想。你唔通安尼想。你顾好家己甲阿妈，你顾好家己甲阿妈。安尼甲拜托，朋友就来搞起来。你无法度，你嘛拢莫。咱是不是用个七点要聚餐？哦，阿姨是不是八点要封路？咱是不是做规矩的？他们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。啊，结果十二点就开始咧迄落啊，我讲唔对呢。伊就讲，佮摕一份公文，迄警察话我讲白惨嘞，迄凶凶，我摕一份公文出来，啊明明我好佳哉，我有翕相起来，八点，所有的记者，我家里也有两三个记者在里面，好佳哉，大家拢有翕相起来，啊若无哦，拢人家拗过去，我最讨厌这种哦，安尼说一套做一套的迄落，你明明能够八点，结果你正是安尼十二点就封，佮拢袂使安那，袂使过来，袂使创啥，我妹妹在要载互恁遮个物件进柜车顶。弄恁车顶面安尼，哎呀，我心内安呐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件事情的，啊，不过伊八点就是八点，你今仔日滚住嘛，是不是安尼啊？以后咧该滚住，抢来咧抢啊，讲。啊，我生气的，就是警察搁替人讲白菜，哦，迄上大，迄安尼。我到顶面交代啦。我是公文，就是十二点，搁硬咧拗讲伊公文十二点，啊明明啊都安尼。啊，不要想哦。安尼做工具啊。啊，你无，即摆是惊超前部署，落来提防啦。看即群只十群的，怎我是要安那良心的安那。没了，不会了，我们还你们这样啊，这个还好，小小面。对啊，我是为台湾，不是为你坐啦。啊，你家己爱顾好家己。哎，王工程师。王工程师。王工程师。志祥。王伟民工程师。王伟民，重当一下，谢谢。王伟民啊，在那边。在。我是王伟民。是。志祥。好，我们两个就过去那边约几分钟过来。
好啊，好，那就我们两个，其他就不行。OK， 好不好？拍水拍水。没有。那志晓，志晓来吧。不用太担心啦，还好啊，就花钱还好。其他人不要来好吗？再说。我刚才直播大概都有200多个人在看。我是被那个意识到了，心率就上去。这应该在这里困着掉啊。啊，两个人啊，两个人啊，规大片心情在行。被没电了，是你要登吗？没有啊，他们两个没关系啊，一堆刑警都过去了，大概他们的五倍吧。好，潘老师帮我做个结尾好不好？我都快没电了，设备都快没电了。无言，好。好，我们。在我不知道现在多少人了，带大家到现场再看一下，春香还在那，没有，我光线不足，设备都没电了。这位大家来帮忙家己的同事，欢迎记者先生小姐啊，拜托的，把这个苦难的破天了，真的把我抱出去。你看阮一个小朋友安尼，为去走的时阵，安尼唔感觉安尼，甲我回信咧，讲哦，伊都无法度防迄个，明仔日敲电话叫伊，就爱走安尼，啊人即阵要考大学。对啊，家长伫台中安尼，唔感觉。家长也袂放心。我刚才放录音带给大家听，真的啊。啊，他拄仔要回来，我讲你明仔载读册回去。他们哎呦，不能进去，我心都在淌血啦。要回家看一下也不行。你讲明天皇家都没有，他要回来看皇家。照顾好自己。你别想，你休息。啊，进去休息。我们会休息，我们会找空档休息。我们 OK。好啊，我在这边陪你们。我怕的是你，没有关系，因为你们撑太久了，我就好了。我只是，我已经前三天都没有睡觉了。哦，安尼也发多，我又不敢让妈妈担心。对不起，这叫做政府在杀人。对不起，太少人关心了，才会有这个经验。我到底是为了什么火啊？我到底是为了什么火啊？不是你换了什么火？我的民主法治教育真的是很差劲。犯法的是那些知法犯法的，真的是很差劲。我也很差劲，从以前从来不关心，我从来不晓得会这样。对不起。
哭吧，你要照顾好自己呢，妈妈还在，还需要你。不管以后怎样，我们都还可以聚。我们就是要坚强、快乐的活下去。我们要看台湾转变，我们不能认输。我们要跟香港人一样坚强。不让他进去，不让他进去。你们是那让你扶他进去，还是要扶下进去？扶他进去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在外面很快乐啦。对，没关系，那个面包很好吃，我刚才吃了一块，赶快。你能让他？对啊，让他扶他进去吗？对对对，先进去休息一下啦。王伟明工程师啊，陈志晓有在跟指挥官谈，在里面等消息，在里面等一下，等一下消息就好了。先垮掉。对对对啊。对啊，明天再这个填。先进去好了，不给你们进去，你扶他进去好了。当过了。哎呀，你妈妈看到你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慢慢让他扶他进去可以吗？我不会跟进去，让他扶他。扶他进去一下。你进去吧，要不然不可能让你进去的。没关系啊，你扶你，你坐恁弟弟啦。啊，你较保重诶。可以吗？没啦，较保重诶。连这一点人权都不给，我能陪他进去吗？我不是警察啦。哦，安尼啊。嘿啦。他也在陪你弟弟啦。你是谁？啊，我是阿姨，住一起的。对，住一起啊。啊，先进去，先休息。你要困起来啊，没啦。对啦。妈妈看到你较安心哦。等王伟明工程师和那个陈志晓跟他谈完的时候，你再出来没关系啊，先进去休息一下啦，先休息一下啦，去休息。没关系，我在这边陪你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你们两个人家做贼不要，好行脚，不要。你后边不是椅啊，提椅啊，好用坐啦。你后边不是椅，等扶椅啊，体质嘞，坐拢好。你是叫我等到唔甘，拜托你。你要我安怎解救？你要我用跪的吗？真相？你要我爱我跪吗？你入去，你入去。遐啦，遐有椅头。我怎么可以这样欺负？叫你啊，不会啦，我们没有被欺负啊，其实他们被欺负的比较惨，对吧？好好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太难过了，我们想想人生美好的事情。啊，没电了，我要休息。人生真的很美好啊。演员之前，28，还没有。你看我们家在那边，那你们在这边受苦。没关系啊，不要太难过了。就是说，大家都是为了改变一些事情在这边，对吧？对着警察说话。啊，今天再过20年，我相信我们的警察就跟欧美对上。无可能啦！谢谢。都黑警的啦。我们要怀抱希望。
我倒不爱给人听这句。真可怜啊，人爱听点名，若无家一个家己啊，自我。天气死了，做公务员。阮囝讲伊也倒要做警察，我怎啊看破？我看唔通，我会惊死。拢来听点名，那因嘛是真有良心嘛，毋过无法度啊。因即摆就是无警察工会啊，啊也没有公务人员的工会啊。阮囝讲公务人员只有公务人员协会，但是没有一个那个。然后我们的劳工的工会、企业工会什么，我们的劳工的工会也都不完整。我囝讲哦，你大汉哦，要做警察抓歹人啊！啊，结果我看看拢是抓好人啊！啊，我明仔叫伊支持伊做警察。人都足侪爱拍拼，咱台湾都足侪爱拍拼，咱袂使失望。都足侪爱拍。好啦，那现在。伊那个温热嘛，温痛的，知影？你着好做啊。咱厝人，咱乡下人，咱无在，像你讲的嘛。伊怎啊？爸母看，妈在做，你咪无讲，你亲身讲的哦。好，那现在状况就是，两位代表在跟现场指挥官到远处去洽谈，目前的状况该怎么处理？那破千户黄春香现在心情很激动，那在他家门口，在围篱后面，一直哭。现场声援的被人墙挡在前面，那警方说不出到底依什么法来。来阻却封路，那里面有些财产还是黄先生。因为设备电源不够了，那我现在直播到这边结束。讲出简单讲一只啦，啊，拄啊创啊，足复杂，咱就感觉讲，哦，比南山整个迁掉，你做啥物丧葬区，啥物。